可以返本归真。那张先生所提的毛病是否与练法轮功的功能有关？这个讲到这个功能的部分啊，那个我看书的话，它上面是写功能跟小数大法是根本，所以说我没有去考虑到这一些啦，只不过就是说在因为我本身从事中药行业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，那就是说几乎啦，我像人家就吃龙眼哦，你们可能吃龙眼没什么事情，我可吃龙眼，但是对我来讲都太燥热了哦，就是整个肌肉都会膨胀了，然后就这个肠胃方面就是很快就结石起来了哦。然后吃糯米的话，你们可能吃个几个肉粽都没关系，但是我只要吃一颗肉粽，我这个就会肚腹胸闷了，因为这个就是练功之后，然后对这些包括食材方面，然后包括药物方面、水果方面都会变得很敏感哦，就是身体都进化差不多，就像一张白纸一样，你进来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就发挥它的作用。那所以说，基本上我出去外面我都不乱吃东西的，哦，包括外面有一些什么摊贩啊，什么什么的，我几乎都不太吃的。我尽量保持这个身体的一个干净的这个状态。谢谢张先生啊，接下来我们要赶快请问一下吴国斌医师，就在做鹰爪功的时候，双手是否要用力，或者是放松不使力，哪一个比较有效？对啊，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伸展操而已啦。外面讲了一句话，筋长一寸，寿延十年。万一现在流行这句话，其实它只是讲一个概念，筋骨要松软。哦，当然你练功打坐，身体自然就松了。那你刚刚讲的只是说为了让你，因为你这边很紧绷，所以我们刚刚只是说手伸直，然后那个手掌这样抓紧的时候，表示这个地方比较扣紧。扣紧之后，我们其实不是动手臂哦，其实我刚讲要动肩胛骨，由后往前这样。那这个肩胛骨整个动起来，肩胛骨动起来好处是你上面这边连带到颈椎这边的肌肉。背部这个地方都会放松，这个对电脑非常重要。现在很多打电脑一呆，或者在办公桌前就这样子就定在那边，所以他第一个肩膀松动非常明显。你就要这样子做，由后往前，好，记得动肩胛骨的感觉，20下，然后再反过来，好，稍微有点用，有点扣紧，有点用力的哈，这样动，由后往前一样20下，各20下，然后再松一下，基本上就肩膀就松掉了。哦，大概这个方法其实蛮实用。其实不好意思的话，就是说这个方法我从网络上找到的，因为太实用了，所以我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吴医师。接下来有人要请问，膝关节酸痛要如何治疗与预防？然后它的中药食疗的方法。基本上刚刚讲的，你筋骨松掉，经过气血松了，食疗吃药基本上不用吃啊。那你怎么去那个放松呢？我们放松膝关节，其实就是，有一种方法，我这边那个不好讲。原则上还是有点要从这个骨关节这边调。这个地方通常很多地方膝关节，我刚才讲很多从腰背整个腰膝腿整个连贯下来，所以你保养最好的方法还是要用拍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哦，然后那个脚还有一个方法，比如说你这样悬着，哦，就是让它小腿这样自己动，哦，因为我们小腿会跟着重力的话，会有点往下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只要两只手把大腿抱住，把大腿抱住，然后膝盖那个小腿让自己稍微晃一晃，这样晃一晃晃一晃，它关节有点拉开一点点，然后晃一晃，可以让这个筋骨松开，大概就这么简单。好，谢谢吴医师。那接下来有人要问说，工作压力大易失眠，导致经常有口臭，会心浮气躁，有没有直接可以改善的方法？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问题，我们请吴医师回答一下吗？吴医师，对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啊，心情放松了。然后呢，以我的经验，我这20-30年来这个给人看病的经验，从30年前我就发现到人呢都是紧张，那个时候流行大家乐，每个人都是紧张在那个数字，
那现在的人更紧张，有电脑了，有什么这些。还有呢，就是更糟糕的就是，还是迷于现在的经济的这种，可以说是现在低迷，以至于自己发生了很多的就是问题。我每天早上在新公园练功，在那个地方练功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下雨，我就在亭子里练。亭子上有一些这个椅子啊，要不然就是这个长条的那种石头板凳嘛啊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在那里躺着，在那里睡觉。可是我们练功的音乐非常大声，他没事儿，你可想见是为什么？他们没有那种像我们这么样的欲望，没有这么多的想法，他也不怕他的钱给搞丢了，所以他躺在那里就睡得很好。我们假如说能够返璞归真到那样子的状况，我相信你根本不怕睡不着觉。当然睡不着觉你就胃火大了，这个火那个火了，就口臭啊什么都来了。那假如说你能够睡好觉，我相信这些问题都可以减少到最少最少。谢谢胡医师哦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我们这个场地只能到5点钟，所以如果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提问没有办法被解答，但是我们会陆续从9月10号之后的大纪元时报我们的医疗版每周一跟每周四会见报，那我们陆续会把大家的提问在那上面回答，也记得大家就是定时的收看我们大纪元时报上面的医疗版的回答。我们今天也再次谢谢三位中医师为我们的解答还有精彩的演说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的主题是地球意象，也希望大家下礼拜9月9号也能准时来到我们现场，参与我们下半场的一个讲座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。